每年的古历三月十九号是北港朝天宫妈祖南巡的绕境日子，因为活动拄啊好伫咧假日，进香的人潮可能会更加多，为着要确保活动平安顺利进行。镇公所召集庙方、警方，也阁有参加活动的单位，来召开一个协调会。在出席人员的建议之下，除了加强交通的管制，针对日前倒落放炮啊，煞造成桥板的人员受伤的问题，也加强劝导炮啊的安全使用，避免类似的意外阁再发生。三月营业妈祖是婚姻观重要宗教活动，其中北港朝天宫伫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九。举办妈祖南巡的绕境，为了要确保活动平安顺利进行，镇公所有邀集庙方以及相关单位来开协调会。朝天宫秘书表示，针对交通的问题，有提出加强管制要求。重要路口伫这个交通容易产生阻塞的哈，伫仁和路、大同路口，伫文仁路、公园路口，还有那个公园路、文化路、民主路口。个民祥路、公园路、北城路口。日前到达福天宫，因为接炮造成桥班人员受伤的问题，朝天宫必须嘛要求要加强劝导活动，减少炮的使用，加强安全的维护。炮场申请的方面吼，镇公所方面伊嘛有意向要邀请因在申请炮场放炮的跩人来开会，就是要等提前讲你炮要安怎放。过来就是你咧放炮的时阵上好。另外有个申请这个意外险。针对加强重点道路交通安全管制部分，北港警察分局将临时来编制应变小组，投入上百位的人力来维护。就交通的部分呢，我们在重要的路口，会排固定的交岗哨。另外，我们编排稽巡组以维持整个路口路段的一个安全跟顺畅。那这边也呼吁这个用路人可以尽量提早避开这个用塞的路段。另外，在炮啊使用方面，还有桥板抢救，警方嘛将加强宣导甲应变，避免人员受伤，还有冲突的部分发生。桥板，阮会落去约束，大家尽量莫讲去踢掉咧，还是讲炮啊一直吃，吃唔煞，一直当逃跑，这拢唔好。这阮本身，阮的规划，阮嘛是会去要求啦。我们有编排的这个事故处理组跟。以因应突发的状况的发生，那这边也呼吁所有的信众在燃放鞭炮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本身的一个安全。三月营业妈祖北港朝天宫有独一无二的礼炮甲艺古文化，到时欢迎大家来到老热。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